三位航天英雄，你们好！你们把乒乓球带上了太空，让国球摇身一变成为宇宙乒乓，让我们乒乓球人倍感亲切。东京奥运会前，神舟12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，书写了中国载人航天史上的又一壮举，向你们学习，向你们致敬。看到你们在太空上打球的画面，真是太开心了，期待你们平安回家，也期待着与你们一起切磋球技。